最近哦，讲到落雨，落啊，几人要生菇。哎，静华，你是在找啥？免洗筷啦，我会记得有一包油饼，唔知放伊倒位去啊？哎，好，你参加些底啥？你甲你放家哩？嗯，对啊。甲你放了，搁袂变。原来伫遐食，好佳哉，你有记得？嗯。大姐，奇怪。啊，哪有一个湿湿的臭扑鼻啊？啊，都不是这免洗筷啊！哦，吹到啦，你的衫啦！我的衫啊，可能是最近吼，拢在落雨啦，啊，这衫吼，拢晒在厝内，唔才有这湿湿的味。哎，啊，我之前唔想买洗衫机，你一定拢无利用。嗯。哎，来，就是这啦，来。我跟你讲，你的衫哦，若洗了是同款臭臭吼，就表示讲哦，迄细菌滋生，你衫会愈晒愈臭啦。啊，你用这洗衫巾哦，伊会当你持续抗菌，就算天气哦，佫较安怎是，你晒的时阵哦，迄细菌也不容易滋生哦。啊，晒完哦，佫有迄干净清新的好味道。嗯，嘿嘿。啊，搁有啦！啊，你下班哦，若真忝，你会当用迄洗衣胶囊，哎，这就方便了。你等一下袂哦，就当洗几人。伊这是迄日本革新技术，洗净力哦超深层，迄过敏污渍啊，买当洗啊足清气。参照你啊，大刚伫个灶骹呢哦，足足滴滴啦。啊，你若擘着迄垃圾物件嘛，无可能马上洗啊。你用看卖，一定足尴尬。好啦。我较晚洗衫的时阵哦，我就来试看卖，看是不是参照你讲的这样好用哦。哦，哎呀，都搁讲，哎，我想我市场上水的头家呢，我推荐的物件一定是赞的啦。哦，重点是哦，迄过年要到啊，衫哦袂当安尼哦，垃圾搁臭臭，这影响到你的人缘，还搁你的财气。迄衫啊洗好清气哦，我迄神清气爽，迄气场啦好，迄新年啊好运自然安尼旺旺来吼，爱赶紧用。当然咯，你推荐的物件，当然嘛要试看卖。啊，是讲上水的头家娘。哟，我乃毋捌听过啊。哦，规个市场拢知，就敢你唔知。哈，你哦，身在福中不知福。好啦好啦，我知啦，我即马伫咧福中啦，吼。嗯。啊，我甲你讲，这哦足好用诶，啊，毋过我即马先甲你摕来洗衫机边啊，啊，若无你一定搁袂去。哇，你这个贼坑，比我更机灵啦！哼，多谢呢。嗯，来啦。爸。妈。你哪拢做哩啦？家文啊，你回来都拄啊好啦。啊，你等一下，把这免洗筷吼，摕去头前补一下，啊，手刷替我固定啦，吼。啊，我甲阿官啊，今晚要出门啊。好啊，无问题。嗯，我甲你要出门。哎呀，要去倒？啊，我知啊。恁爸爸要带我去约会，上好有这个时间啦。你袂记你今仔日是啥物日子啊？今仔日，我生日还袂到啊，啊是咱的纪念日。想想济啊啦，今仔日哦要去拿花啊钱啊。哦哟，哦，赶紧来。行行行，好，爸爸你哦。哎，啊你当时要带我去约会啊？哦，用想的都紧。你等来抱我坐。什么代志？吃饭时间到。这日头啦，啊你即摆除了困个食，搁会当安怎？哎呦，啊人生哦，有偷吃还搁困下去，你袂感觉安尼就做好诶？要要求什么啦？敢那不了道理呢？嗯，恁翁讲话本来就做道理诶啊！啊你即摆徛遮要创？无你去煮饭。啊，搁你学落一个尔，尾嘴翘起来啊！你莫袂记，恁某即马是主委呢，我要来开会啊，拜拜。哎，无咯，我要食啥？你去迄落正话店买面当食就好啊。对，稍等下。安怎啦？你讲叫我去政府遐买物件食哦，拜托个，政府即马煮的物件敢会好过？我甲阮食泡面。洗
细声的啦，你莫害政府生理吼受影响啦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啊，迄手芋即马煮的拢无啥味，你拢无感觉？对啦，政府自从车祸了后，煮的物件是真正变歹食啦。以前吼，咱市场拢专门互伊去参加迄 PK 吼，拢赢呢。啊，不过即摆伊来去参加迄什么，咱迄什么庶民吼，美食，庶民美食，即摆免比啊，免比啊，一定输的啦。唉，小茹啊，歹势啊。政府阿哥，恁啥时阵来啊？来一下啦。啊，就摕花仔钱的秀芝啊，恁拄则讲的话，我拢听着啊。啊，政府啊，歹势啦，阮姐姐无迄个意思啦。无啦，是我应该甲恁讲歹势啦。阿妈多谢恁哦，愿意甲我讲老实话啦。我即摆失去味觉啊，啊煮的物件吼，味嘛拢走去啊，我家己食袂出来啦。阿官甲遐个囡仔，也不忍心甲讲遮个。啊，政府啊，其实吼嘛无遐尔严重啦。你知影无？迄外口嘛足侪面摊，煮料比你搁较歹食，人咪是生意足好个。卖讲你顶搞霸道无？啊，你不要讲啊，卖讲啊无。我这咪是安慰政府了。你迄叫做补刀。小茹啊，可可啊，我有代志，我先来等啊。不，静华，小姐，我先来哈，卖我讲话啊。拢你啦，这我看起来，敢那最伤心的呢。你莫算一分好不？你迄大脑空的吼，袂输咧放松，讲什么真有名牌子啊？拢你，拢你，拢你啦！你莫算一分啦，我。嘿，卖讲啦，志伟，爱去开会啊。对吼，啊，你搞收好啦。我吃泡面就好啊！